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康鼠三哥。今天呢，主要是和一个小哥哥单挑。哎呀呀，原来需要四个人才能开始。不过不慌，我们二对二，大家分别找一个辅助。刚开局就遇到了敌方，大家花式走位，迅速拿下人头，然后乘胜追击，再次打败敌方。二后被敌人侧面杀了一回，不过没关系，在相见时仍是一条好汉。虽然被打去半管血，但是好在没有性命之忧。好疼好疼，大意了呢，再次惨死在敌人的枪下。可惜了，报仇不成却再送人头。不慌不慌，咱们再次攻到楼上，夺回钢枪王的荣耀。没想到相见来得这样快，果然是死亡如风。确认过眼神，是要拔枪的人。本想两人钢枪，不料他却默默掏出了狙。再次来到这个老地方，一定要他尝一尝狗杂的厉害。接下来就是生生死死生生，这场恶战无休无止地进行着。但我仓鼠三哥何时惧怕过这战场上的硝烟？几个回合下来，我手里的狗杂用得越来越顺手，终于我拿着枪获得了胜利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仓鼠三哥，喜欢记得关注。